Kitty 穿着制服和丹尼尔一起上学去，还有这个花布衬衫，夏日造型不少人家里都曾经拥有，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。一眨眼，至今已经20年了。连锁素食业者在1999年的时候，用套餐加购的方式来推出 Hello Kitty。那像我这边看到的呢，这个相似片、新婚片或夏日片都是非常受欢迎的。而前几年呢，他们更加码推出了新的组合，在我手上这个就是京城之恋，这样两波呢，总共是卖出了1200万只，等于平均每两个台湾人就有一人拥有。7年级生看到真的超有感，很热门，就是一出来然后就限量就会没了，然后只要知道他要出的话，我们就会拿到零用钱，然后就会去收集，然后还会跟同学换，小时候一定都会去换，对，然后好像收集了几个吧，但后来就一阵风潮之后又没了。当初套餐加69元加购，若想凑对买另一只，就必须以119元单独购入。不少人为此大排长龙，网络价飙高数千元。即使20年后仍有卖家拍卖数千元不等，甚至有套组飙出8对20000元，等于一只就要价1225元。整只的话，在第2年或第3年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一个消退，那个时候大家很多人就会抛售，所以这个时候在第3年到第5年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最消退的价格，甚至你在路边抛售不到69块就可以一大堆的都有，但是它通常到10年到第20年之后，收藏家就会再把它找回来。要让 Hello Kitty 身价不减，包含标签以及吊牌都要保持完整，证明身份，外包装也要保留，玩偶本身不能有污渍，才能在时隔20年后飙高价。三立新闻李文生、李怡婷特别报道。